教我们就是那种女人的那种 feel。我举手投足都像个男生一样，想说怎么样可以学到郭老师这样那么敢表现，就是女人柔媚的那一面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很害羞的。我觉得老师超辣，所以我几乎我应该没有缺课，我每天都有来。虽然进步有点缓慢，但是每次来跳舞，我觉得跳舞就是很愉快。我们是姐妹啊，我想说肚子小的人怎么可以跳肚皮舞？结果真的是跳得让我非常的惊讶。她的风格其实不是很外放，很内敛，但是那是从骨子里面烧出来的那一种美柔美。然后没想老师是这么的妖娇咪蕾，这么火辣，这么骚，所以我从她身上，呢，就发觉我里面很多的男人一直在剥落，一直在剥落。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这样啊，没有想到我可以这样。